来到这，让人会使重视基地。明清时代建筑房舍有芳果的红楼，阁有一个渔温小岛。呈现伫咧眼前的，既然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农村生活，民众伫遮会使无压力、无束缚。现在还蛮多汉服同好者都会来这边，然后拍照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带自己的汉服，所以我们就去那边租了一套戏服，就是轻装的戏服。可是也非常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带自己的汉服来拍，对，因为毕竟这是租的，因为这里真的蛮漂亮的，然后整个园区什么的蛮大的，在台湾我觉得是还蛮。就是比较偏向古色古香那种，是比较优质可以来拍照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拍照的，然后可以待蛮久的。传来充满着古早味的建筑，处处充满怀古、温馨以及艺术感。有真侪民众来到这，拢会穿古装翕相，游客嘛拢感觉真趣味。一个年又来了哈，那首先要给大家拜个年，恭喜恭喜哈。那就是说。老唐湖就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化有一些艺术性的继续的维护保持下去，然后我会更加的努力把这些好的这个创作更发挥的淋漓尽致，让游客能够尽兴的玩。然后防疫期间我希望大家来这边能够戴口罩，然后我们这边都有一些防疫的酒精啊供游客使用。今年春节期间来客家区的老唐湖艺术村佚佗，唔但会使看到古老的文物建筑，阁会使欣赏匡义老师以镜头啊作笔画出来的人物画作，体验无同款的旅游美景。南投新闻台孙学家采访报道。